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一到七月，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继续呈恢复性增长，增速略有下降。其中，一到七月，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47.7167亿元，同比增长4.3%，利润总额27332.5亿元，同比增长3.9%。